fit me like a glove. The day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way you said my name. I know it sounds crazy, baby. Try to understand me, please do. Ooh, ooh, ooh. I knew you'd fit me like a glove. The day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pictures in my head. I know it sounds crazy, maybe one day I could share them with you. Ooh, ooh, ooh. And I really don't mind waiting as long as it takes you.南投好山好水，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南投拥有丰富多元的自然景点。这一集米菲要带大家造访的是比起南投其他热门景点相对更为宁静的车城。车城位于铁路吉吉线的终点站，新建于日治时代，起点为彰化二水，是台铁支线中最长的一条铁路。在当时，为了运送埔里糖厂所生产的糖，将车城站作为运输的中继站，所以常常有许多运输用的台车停放在车城站前，因而得名。现在的车城站风貌是921地震之后由日月潭风管处使用原木重建的。早期的车城因伐木业兴盛，但当1995年政府禁止伐木之后，车城也逐渐没落。而现在，我们却能在车城找到许多像这样的日式木造建筑，就如同这间诚实餐厅，原先是车城站长及副站长的宿舍，浓浓的日本风情让人看到了他的过去。重建之后的车城，所到之处就像是一座世外桃源。现在的车城致力发展观光，以铁路、木材、电力为推动的主轴。车站前偌大的草地上停放着许多早期运送木材及载客的火车。Over
而存放在平台上的木头，让旅客都感受到了当时这些火车肩负的责任。我走在这个保留旧风貌的车厢，仿佛也参与了兴盛时期它风光的时刻。I'll be there when you call m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en the world is away, I'll be there when you call me. So hum this tune and hold on tight. I'll be with you in the close your eyes and listen. Close your eyes and listen. Oh, what a beautiful sound. Close your eyes and listen to the sound. 乐城这个小镇，处处可以看到它被用心维护的轨迹，平淡却深具质感。我想这样恬淡自然的生活方式，大概是生活于尘嚣中的多数人都心之向往的吧。When all hope has escaped and the darkness awaits, I'll be there when you call.If your direction home is lost amongst the cold, I'll be there when you call me. 逛着逛着，不知不觉午餐的时间也到了。我们来到这家木茶房，这家餐厅的木质装潢环境很舒适。他们的餐点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如果点的是木桶系列，用完餐后可以把木桶带回家留念哦。这里有很多名人留下来的木桶签名，看来这家店在车城也是小有名气的哦。点了熏烤鸡腿木桶饭，价格不算便宜，口味表现也一般，但出来玩嘛，在这里用餐感觉还是很舒服的。而且这家餐厅还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服务，这个是木桶的盖子，然后它提供我们等一下拿去烙印，我们等一下就去烙印看看。木桶盖烙印的地方在车站旁的林丹道体验工厂，这里可以自己动手做木质工艺品，旁边还有一间小小的纪念品商店。边往下压到底两秒，要出力哦。两秒哈。对。一样，不要压了。一样，来大力哦，一、二，好，上来喽。哦，没盖到那个。按来按。一、二，好。好，你拿起来。好，拿起来。好。来来。起来喽。起来。I'll be there when you call.接着我们来看车城最标志性的景观楚木池，它过去是用来储存原木的池子，在当时木业发达时将原木浸泡于池子内，延长木头的使用期限。
鲁木池上的日式建筑，前身是正昌木业的办公室，现在则是一间名叫饮茶的茶屋。有时间的话，很推荐到这间茶屋来坐坐。在和室里席地而坐，微风伴随着池边鸭子悠游的水声，感受窗外的暖阳，欣赏依山傍水的窗外美景，一边享用着下午茶，度过一个惬意悠闲的午后。最后我们来到了木业展示馆，这里原是正昌木业的旧厂房，日月潭分管处为了提升车程地区观光油气资源，并增进游客了解往昔木业的发展，将产业遗址改建成木业展示馆。除此之外，周遭也新增许多贩卖农产品的摊位以及木材相关工艺品的贩售小店。木业展示馆内也陈列了许多退役的旧车厢，让我们认识到当时运送木材的火车的历史。走一趟车程，不仅看到了丰富的人文历史，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自然风光，也让我感受到了在时代的变迁下一个小镇的蜕变。我是米菲，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订阅、按赞。米菲看世界，我们下次见咯。